答相不听，听我另类说三农。我国粮食的大国，种粮省份比较多，玉米种植分布广，六亿玉米在生长，六亿多亩的玉米每年产量无人比。玉米增收和增产精心护理科学观，玉米高产来栽培，玉米把子大有肥，玉米高产新技术，禾苗技术来讲述，通过实践和证明已经基本培育成。这项技术影响深，一亩增产几百斤，粮食安全有影响，值得大力去推广。禾苗技术大完成，听我给您说分明，老少爷们都听好，科学种田不能少。玉米长到五六叶，机械割苗最直接，保留一两个叶片，整体细高看得见，促进养分的回流，玉米颗粒结得稠，玉米颗粒很饱满，达到玉米的增产。玉米增产丰收年，割苗技术最关键，三个关键的技术听我给您来讲述，必须准确把握好，玉米籽粒才能饱，割苗技术都掌握，玉米才能收获多。禾苗苗龄把握好，玉米才能颗粒薄，五六片也长出实，选择禾苗正当时，禾苗高度要把握，不能少也不能多，禾苗太低生长弱，结的玉米不会多。禾苗超过六片叶，养分回流会停歇，减产可能性增加，这事儿绝对不浮夸。禾苗高度怎么算，叶子一片和两片，光合作用不影响，利于幼苗的生长。禾苗高度选择对，水分养分不浪费，锁住水分和养分，禾苗高度有学问，禾苗质量要提高，不要用手用剪刀，用手掐苗不科学，和用剪刀有区别。剪刀剪过生长好，长出新叶也不少，干茎也能长起来，弯曲现象不存在，机械割苗速度快，减少割苗的失败，幼苗损伤度最小，机械割苗是个宝。禾苗技术来推广，将来一定有市场，虽然争论都不断，增产效果看得见，选择开放性包容，总在争议中前行，玉米禾苗来增产，多多推行和开展，农民朋友的福音，玉米产量大翻身，那个大翻身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